起来啊，这么晚哎。哎呀，王王，才困一个尔，困到不知人啊。啊，这么晚，应该未拄到熟悉的人，无咱斗阵转去啊。我是感觉哦，咱卖冒险嘛，你先回去，看我，我就回去，好不？手表哦，愈看愈水，我一定定定挂伊，多谢你。你真牛呢，感谢你，感谢干爹啦。袂啦，这里啊，食物件要注意哈。哦，今仔在导游哦，今仔比卡上搁较牛啊。哎呦，哪有啦？啊，人拢是识卡上你这么久啊，是看你的面子哦，加减甲我学了两句尔。嗯。哦，我本底搁想讲吼，你也转来这做吼，咱母仔囝敢会袂合？哪会啦，我偌认真咧。哎，我会记吼，你之前无遐尼认真哦。是有一届那个小庄受伤了，啊，你甲明珠去斗接生，对无？哦，迄个时阵回来，完全变一个人，变甲拢无共款啦。哎呦，啊，既然都要回来，当然嘛要做较好啊。你就是这个个性啦，有人跟你竞争吼，你就变较有精神的啦。歹势啦，今仔日哦，我较晚回来。哦，一定是男朋友请你吃好料，所以较晚回来吼。无啦，我不都最要的。哈？哦，阮中昼真晚才吃啦，后来搁去顾船。伊本来讲哦，要斗阵食暗顿，也毋过我看时间已经伤晚，就赶紧转来啊。唔要紧啦，我叫欧巴送老饭菜予你，今日去食。多谢先生。哇，哇，足水的手表啊呢！是我男朋友送的啦。哇，对你这么好，这件应该足贵的呢，讲不完买得起哦。伊就想要送我贵重的物件，我嘛惊着啊，我先入去啊。你这么无礼貌哈！啊，当人的面来讲人当朋友买袂起。啊，我就是有啥讲啥，我也不是迄个意思啊。而且这代表讲对方真疼伊啊，敢不是？啊！你回来啊，是安怎要徛伫个门口口啊？道上徛伫门外口是因为
道上今仔回来的时阵哦，拄到一个熟悉的人啊，啊，迄个人因家本来真好呀，结果做唔到代志，互因家人赶出去，啊，徛在楼仔顶就失魂落魄。我伫咧想讲，是安怎这个人会变作安尼？是不是有一天我嘛会变作安尼？我来想想想想，啊，就等门下口。恁道上回来啊？恁吃饭啊？吃饭，哎，吃饭。无啦，道上去煮只粥。哎呀，你那个慢，你那个。无啊，我听无啊，你都讲起来好无？欧巴。